常的荣幸。所以我说五十份的餐实在是个非常小的数字，但是对我们来说也是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因为吴市长这么大热的天带着他的团队在这里为大家发送口罩什么，他们也是战斗在第一线的英雄，所以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应该向他们致敬。Okay, 我们 West Covina 是唯一的一个都市几乎每一天礼拜一到礼拜四免费给口罩跟手套，我们已经进行了三个礼拜。那同时我们还有 Food Bank，也就是说每个礼拜有两次我们给免费的食物，只要60岁以上。那之前的话我们是有 senior 他们来 pick up， 那现在我们 senior 我们基本上一天我们 deliver 送大概500个 lunch 给所有这些我们的 senior 需要，只要是 West Covina 居民同时超过60岁，那跟我们登记我们就会免费送到你家去。那再来的话就是 food bank 的话，就是要60岁以上你有证明的话，你就可以来拿这个 food bank 所赠予的食物，这些都是免费的。也就是说在这一个 pandemic 疫情的时候，整个都市整个 community 都是 help each other，我要帮助所有需要被帮助的。你看到我们整个的制度就是那一边基本上就是食物，这边就是口罩跟手套，那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来的时间就直接给他们，非常快速。所以可以看到车龙是不停的，表示说很多人需要很多帮助，所以我们最尽量在帮助他们。那就是这样子，好，谢谢各位。